这个是奖状吗？哎，这是奖杯吗？啊，没有哦！天哪，居然还要再打这一只，这是机器人吧？哇，它发射的光球太恐怖了吧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娜。在影片开始前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今天我们来玩 Robux， 然后这个游戏呢，它的名字叫做臭臭老师的拘留所。然后他有说，因为我在课堂上面乱扔纸飞机，然后被拘留下来了，所以我们就被那个邪恶的老师抓起来，然后拘留起来了。所以啊，现在我们就是要逃脱他，逃出去。对，你们看，我现在就是被他们两个抓起来关起来了。先轻松玩好了。一开始这里有出现一个火焰警报，拉下来以后门就打开了，走走走走走，门就在那边。地上怎么那么多绿色的水滩啊？我看到了，独眼怪在前面呢，他还戴着圣诞的帽子，也太可爱了吧！等一下，不要靠我那么近啊！啊！这次我要偷偷摸摸的前进，不要被他发现。看来是没有武器可以打他啦，先上来吧。哪尼？他居然睡着啦！是因为刚在后面追我，然后追得太累了吗？居然睡着了，也太好笑了吧！居然躺在这里了。第一关还蛮简单的，居然不用打他，然后绕路走，我们就可以过了，很有趣啊！这边也有放一些圣诞节的东西。好，走吧，我的小伙伴跑在我的前面了，都要走这个通风口。哎，是谁啊？怎么那么快？速度比我还快，居然在我前面了。哎。喂，谁的尸体？这什么？哇，好贵哦！呵呵，先不要买好了。喂，跳过去，耶、yeah! ！过了。这个独眼怪阿公，你是在这边睡觉吗？嘴巴好臭哦！走了，哎，有人掉下去了。下面那些刺刺的好恐怖哦。走这个就不能够心急，要慢慢的走。掉下去就要重来了。好，过了。这边有一个红色按钮。对面还有一个红色按钮，应该是要过去按那个红色的按钮。跳好，掉下去了，再来一次哦。好了，第二个按钮也按好喽。前面还有两个那个圣诞节的拐杖耶。好了，我们已经找到了两个力量的按钮了，接下来就走到对面去就可以了。这什么？飞起来了耶。哦，这个红色的不能碰到。差点碰到啊，我脚碰到了。再一次，好，过了，好，飞到对面去。再来这关，地上好多本书哦，都刺刺的，好恐怖哦。
这个那个直升机耶，啊，好贵哦，算了，太贵了，先走过去吧。这有个问号耶，什么意思啊？应该是隐藏关卡吧，先进去看一下好了。哦，感觉是要通往 BOSS 的地方哦。按下这个按钮，哎，有一把水枪哎，哎，这什么？这好恐怖哦！这是蜘蛛吗？长得好恐怖哦！喂，居然还拿帽子丢人啊！这也是独眼怪，可是这只独眼怪长得好丑哦，它用两只脚在走路而已。不要靠近我，你看起来好恶心哦，它还会喷火啊，走开走开。她应该是女生吧，她看起来好像穿了一件女仆装的裙子，哈哈哈。好啦，打赢咯，不难啦，就是离她远一点射她就好了。那我们再继续咯，这台有，这边有一台车子，哇，都蛮贵的，算了。走啊，那就只能跳中间喽。哦，这板子会掉下去，要小心一点，要快一点。哎，不小心又落空了。嘿，嘿，跳过去，耶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哎，我有两个小伙伴已经到了，这么快。蜥蜴，这只明明就不是蜥蜴啊，哪里长得像蜥蜴啊？独眼阿嬷，独眼阿嬷，这个是独眼阿嬷吧？阿嬷，你的口红也太红了吧！阿嬷，你离我太近了啦！阿嬷，离我太近了啦！走开，走开！阿嬷，阿嬷，我被阿嬷打死了！啊！居然只剩半条血啊！我以为要重打，说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应该可以，因为他只剩半条了。好了好了，阿嬷被我打死了，居然还可以拿这支水枪哦，不行了，我还以为可以拿这支水枪通关呢，蛮好玩的，是不？这个是什么？哎呀，里面东西都好贵哦，这背包，这应该是可以飞过去的，应该是不需要的啦。这个干嘛？这有水管可以拿，走到对面去。这边没办法过去了，那只能走对面这里。又踩空，算了算了，乖乖的用水管走过去吧。好，到咯。再来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应该是要下去吧。到地下室了。地下室会有什么？哇，绿色的水耶！哦，这水好像真的哦，还有一些垃圾。对，这是地下道，水管超细的，不是很好走，慢慢的走，那个是什么？居然有骷髅头耶，是谁掉在里面的？哇，前面看起来有点难呢，小伙伴你们加油啊！我快来了，我快来了！哎，有一个趴掉了，嘿，我过来了。啊，这个也好贵哦。
嗯，这样过可以吗？啊，不行，被吃到屁股了。要切这样的角度会比较好走，远一点，然后横的方向这个样子去过去。哦，过，再来，前面好多巨大的铅笔哦，也是一样，切远一点会比较好跳一点。嘿。嘿，哎，差点掉下去了。这应该是小学生啊，铅笔忘记，然后把它丢到哪里，然后掉到这边来了，一大堆铅笔。这里也有一台直升机啊。好，先上去吧。这什么战车哎、欸？哇，好贵哦！算了。哎、欸，怎么突然加速？哎，我掉下去了，居然会加速啊！要小心一点。喂，喂，哇，那边是水管，又有铅笔，到处都有铅笔。喂。会啊！没有瞄好，又掉下去了。再来一次，会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哎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好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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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前面是什么？奖杯。是奖杯吗？嗯，已经通关了。是奖杯？怎么不是啊？哇，还有一个巨大的 BOSS 哎！这机器人哎，它发射红色的光球，还戴一个圣诞的帽子，哈哈，太可爱了吧！哦，它刚跳起来，我以为它也要放屁耶，居然没有放屁。他好像就是拿红色的光球在打人而已。哎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哦，又飞起来了，远远的射就可以了。哎，差点被那个光球打到。好，快打完哦！哎哎哎哎哎哎，又发射光球，哈哈，打完了，死掉了，过关了。这奖杯居然是一把枪，也太有趣了吧！好好玩哦，到处乱射，哈哈，还蛮有创意的，把奖杯变成一把枪。哎，这边有一台车，哎，可以开吗？哎，可以开，哎。哦，兜风，疯狂乱射。前面那是谁啊？可以打他吗？好像打不到，太远了。怎么觉得有点像我？哎、欸，真的是我哎、欸。哦，过关了以后会有一个巨大的那个巨大的哈娜站在那里，哈哈哈哈，好巨大哦，比这个独眼怪还要大哎、欸。我们来个特写看一下。好啦，那今天游戏就玩到这里啦，喜欢请按赞订阅咯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